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第四棒的 Luis Rivera， 这个球打到是在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还是被打回来了。这个没办法啊，这个是投得好，然后打者也幸运，有关拉讨的一个德州安打，这个就没办法。何库在一局下半呢，马上给予回应，靠的是第四棒 Luis Rivera 的中间方向安打，也打下第一分。打在棒头上，有关拉讨，这就可以说是，这个投手运气比较不好。